把你的精神给我，唯有我才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。我也等候你多时了。好，那就快把你的精神给我。想要呢，拿去吧。 将士，奉爵尊东方青苍之命，前来相助水云天，诛杀凶神太岁。杀了我！现在我与太岁的元神融为一体，你杀了我就可以杀了太岁。不可能，我做不到。10月4号精彩完结篇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全台首播《苍兰诀》，就在艾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